唱点还是唱点温柔的歌啦。今天我们播到十二点好吗？十二点半前好吗？早点下播了哦。十二点陪你们打完卡，就早点睡觉了。眼睛有点酸，有点困。这首歌我觉得好好听，虽然我唱的不好，但我很喜欢你，叫《迷魂记》。广东人表示勉强听得懂。